好，今天来跟大家开箱这个阿水师的猪脚饭。那阿水师在台中算是老店了，好、哦、啊、其实这么多年来，物价一直在上涨哈、哦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的便当也太好了，就是现在大概猪脚便当就100，其实还都要算行情价，没有比较特别贵。好，然后。它便当盒是这种传统的塑胶盒，然后来开吧。然后它配菜就是有白菜卤，然后一颗卤蛋，然后豆干，下面有笋丝，来豆干。然后损失哈、哦，损失这给的还不少了、哦。然后再来要看它的主菜哈、哦，主菜那个猪脚啊，那猪脚我个人是蛮喜欢吃他家的猪脚。然后他们现在只要便当的配置哈、哦，就是会有一个体半只体，基本上就是一块猪脚的概念。但是它就是，哦，体半只，然后胸口也是给你半个，哦，这样你就是体跟胸口都吃得到。哦，那饭的话，基本上这饭就煮的是还不错了，粒粒分明的，然后有加上淋到这个卤汁哈。哦，淋到卤汁的话就是很可口的猪脚味。然后看这个猪脚啊，因为我跟台中另外一家名店比起来，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，就是我觉得他家的味道比较刚好。但是当然这个口味的部分就是因人而异啦，哈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争论谁比较好吃啊，反正就吃得开心就好了。哦，那你看这个猪脚，是嘣一嘣一嘣一的哦，然后基本上啊，这个都是入口即化的 ，OK。那体的部分也是一样。好，那今天便当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。